Chiều tối ngày 5 tháng 12, sự kiện hot nhất làng giải trí Hoa ngữ cuối năm 2023 là đêm hội tầm nhìn Weibo Vi Quang Thịnh Điển đã được diễn ra tại Bắc Kinh. Sự kiện với quy mô khủng này đã nhanh chóng thu hút sự quan tâm của người hâm mộ khắp châu Á. Những cái tên đình đám nhất Cbiz hiện nay đã cùng quy tụ trong sự kiện và mang đến một loạt khung hình ấn tượng. Hãy cùng Cbiz Phim nhìn ngắm lại hình ảnh thảm đỏ đầy chất lượng của dàn sao khủng trong đêm hội nhé.李兰迪性格率真灵动，自拍时模仿歪嘴小猫表情包，晒伤妆化成醉酒妆。他总是乐于在微博上分享日常趣事，无需目光，你本就是暖阳。好，接下来要把自己的星座留在我们微博年度期待作品墙上。来，兰迪这边请，在我们的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等等，来，依然请到我们的签名板前签上自己的名字。好，谢谢依然，请到我们中心点为合影留念。好的，谢谢周依然，我们对你太好了，你拍照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说话，是不是怕打扰你？来，请移步下一个合影点位。谢谢依然，好帅。来，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拍照。那今年唐艺昕也给我们带来了今生也是第一次熟年两部好剧，好像叫熟年，确认一下。好严谨，严谨，我做了拼音的。好的，谢谢唐艺昕，请移步我们下一个合影点位。好久没见。2023年也迎来了他的作品丰收年，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美丽，《风起西洲》《雪鹰领主》等多部作品和大家见面。接下来是娜扎 Showtime。他进场的时候，我还摸了一下他的裙子。你别打扰他，他现在正在疯狂出图。他很专业的，我们聊什么他都爆专业，就是你看专业到不会受我们干扰。那我开始打歌，夸起来算了。哦啊，不好意思，你看打扰到了。你打扰到他。好的，让我们带领话题热点，并成功拿下了2023暑期档的票房冠军。那电视剧作品《平凡之路》同样也是佳绩频出，收获了观众的好评。那么，请金晨来到我们的签名板，留下自己的名字。去年是洗碗，今年这个是刷锅，没有了，很好看，很好看。来，请金晨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那有一个。好的，请云龙移步我们签名板，签上自己的名字。对，往左边来点，你听到了哈，越整越偏了，已经也太左边了吧，你行管不了了，这些人已经来，请到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待会儿人家问那是谁，我是张云龙。好瘦啊哈，浩存，来，请在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哎，没事，你先拍照。点位，宝宝。不用忙着给我们打招呼，没事，你拍照。出片最重要。
来。来，超越，现在请在我们的中心位合影留念。今天穿了一套紫色的服装哈，虫紫，是的，跟我重色了，虫紫。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好的，谢谢超越。OK 哈，大家来，请移步我们下一个。后面的嘉宾稍等一下哈，金靖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有大把的一些 pose 要展示啊，不好意思。新月稍等片刻啊，今天红毯的时间为什么会拖得很长，就是因为金靖这一套。出图了吗？金靖出了哈。哇，真的高，真的高，穿他的外套。没事，你拍你的，你拍你的，我们两个旁边的人不用管。不要逗他笑。不要让艺人的红毯上跟着。出道七年的他不拘泥于温暖的舒适圈，在多重角色中不断挑战，踏实走好演员的每一步。不是这样的吗？他们说要大鹏一日同风起，期待演员王新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请在我们的签名板上签名。好的，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哇，好帅啊。手上有啥？指了一下，我以为手上有什么特别的字儿。新月今天手上一定有专门穿搭的首饰，因为我来的时候他跟我握手，差点把我划伤，真的。不逗你笑，不好意思。哦，你能听见？能听见。好的，谢谢王新月，请移步我们下一个合影点位。来，谢谢。对对对，这样的。这个戒指今天有不小心刺到我的迪哥，首先我是一朵玫瑰，今天带刺的玫瑰，红毯就不用抛梗了，谢谢新月。四夫妇更是常常流连微博热搜榜，他扮演的苏纪时又美又飒。那请宋妍飞移步我们中间的签名墙，留下自己的签名。走好快啊，我都还没来得及介绍你。来，中间还要拍照，这边光好。对对对，来，请在中心点位再继续合影留念。在玉文的作品《微雨燕双飞》播出期间，王玉文微博七天涨粉90,000啊，好羡慕。在纵有疾风起呢，他是面对困难永不言弃，一路进阶的职场达人，所以请玉文留下自己的大名。好的，请到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在2023年，伊童也给我们带来了《九霄寒夜暖》《特工任务》等等作品，也是好评不断。我们接下来也要继续期待李伊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再次欢迎伊童，来，请移步这边，下一个。好的，谢谢天爱，请在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稍微调整调整，给大家拍好看的照片。考取功名实现自我价值的女官，乐游原中她挑战了英姿飒爽的女将军，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色也让观众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景甜。谢谢景甜，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留念。那儿，你左前方有一个小叉。
我都想帮你调整，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这个走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辛苦你一下了。可或缺的声音，来，请到中心点位拍照留念。碧晨也有至今34首单曲破百万收藏的一个好成绩啊，非常非常厉害。明知捐私案等等，一年就播了我们6部剧。所以非常非常厉害哈，成绩斐然，请在我们中心点位合影留念。左边白鹿，好的，欢迎白鹿，来，请留步，请留步，欢迎我们的郑书意以及我们的江雪宁哈，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吧。Hello， 微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是的，白鹿这几年的作品非常之多哈，非常高产，想笑了，已经想笑场了，是不是？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就知道有你采访没什么好事。没有，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作可以给我们稍微剧透一下？就是刚刚那2部嘛，贴上墙上的、贴上墙了，因为太远了还没看着。一部是北上，今年杀青的，然后现在正在拍摄《白夜繁星》。就有2部新的作品在准备待播当中哈。是的。那有没有哪种类型的角色是你之前特别想尝试还没尝试到的？我现在不给自己规定什么类型、什么人设，因为我觉得没有说了也白说，有的时候角色和演员之间也是讲缘分的，顺其自然嘛。所以就没有特别的规定了，对不 对都行哈。对，先把手头上的拍好。所以手头上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跟大家见面，你有算一下吗？手头上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久，因为它是仙侠啊。北上应该明年会跟大家见面。哇，又是2种不一样的风格的那种感觉。对对对，一个现实主义，一个仙侠。每次作品播的时候大概都是同时有2个不同好种类型，让大家一口气看的有点大哈。这个问题弱点优势倒没发现什么，但是我觉得宋运辉身上我觉得有我很多的影子。我一直认为宋运辉是一个平行世界中的另外一个我，我们在不同的时空里干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感觉拍摄这部戏有了自己的第二人生的感觉。没错，是不是？好的，谢谢凯哥的分享，赋予角色独特的生命力。好的，请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合影。欢迎赵露思，我怕你们还没拍够，来聊一聊啊。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来，露思。Hello， 大家好，我是露思。露思刚刚贴在我们那个待播墙上是哪部作品？神隐。神隐哈。快播了，快播。快播了，给大家稍微预告一下，这个是讲了怎么样一个故事，好不好？其实就是升级打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会喜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饭的剧，然后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所以我觉得挺好。升级打怪，你一出场先是一个好像小角色那种感觉是吗？我是一个小宠物啊。是哪种类型的动物吗？就是一个水灵兽，有治愈能力的水灵兽。好的，这个神隐大家要期待一下，马上就要给大家见面了，是不是？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是问很多演员朋友都要问的，未来有没有哪种类型的角色想要挑战一下的？都行。又是那种人生不设限没有，都行。真的没有哪种类型就是觉得好想试一试吗？其实没有。没有。
都碰到以后，如果觉得自己能驾驭的话，还是会都去尝试，没有特别设限。对，我觉得只要、嗯、而且同样的角色来找我的话，我觉得年纪不一样演的也会不一样，所以都还挺好、哦、哪怕可能跟之前的角色有点类似，但是你可能觉得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方式演绎，对吧？嗯，哪怕是之前就是一模一样的角色、嗯、我觉得我现在演跟18岁演的时候都不太会一样了。好的好的，那期待一下火星情报局还有没有可能再来录啊？要去要去，但是已经收官了，这一期已经杀青了。我们期待接下来火星如果再录的话，也请露丝除了拍戏之余也可以到综艺节目上来玩一玩，好不好？好的好的，再次欢迎露丝。谢谢来到火星。今天这套衣服不错啊，没事你往前面，我就在旁边电话。我无法驾驭的那种服装，郭俊成看左边，看完左边看右边。好的，谢谢谭健次。来，大哥请留步。第一个大哥，大哥团建喽！团建了，团建了。那场还有三二一，三二一，看这边。好，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次，很高兴见到大家。是的，我记得去年微博世界大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刚好还在剧组拍《很想很想你》，是不是？啊、好像是的。现在正在跟大家热映热播当中，对对对对对，是不是？所以正在跟大家见面，可以再安利安利。如果还有一些没在追剧的朋友，可以大家讲一讲怎么样一句话安利这个剧来。一句话安利这个剧啊。嗯，大家的工作，平常的工作已经很劳累了，对不对？嗯、是需要很想很想你来治愈一下，治愈治愈。对，所以希望大家在收了工以后，跟我一样啊，收了工以后去看一下《很想很想你》，看了《很想你》很想你之后呢，再看一下《你好星期六》。对，说到《你好星期六》，有个问题就想问了啊，上一期播出的时候是我们大哥当卧底那期哈，社死现场。影不影响后来接戏啊？我觉得戏路稍微缩短了一点。如果没看那期的朋友，也要好好感受一下，那个是对你的一个悉心照料。是，太有爱了，就是爱的太让我感到羞耻了。而且那一刻把我推出去的时候，因为我看播出，你在旁边笑得巨开心，已经忍不住了。行行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因为大家了解谭健次都是在各种角色身上嘛，对吧？想了解一下，如果日常的工作日、休息日你是怎么度过的？啊，我幻想的休息日。哦、你幻想？我幻想的休息日。哦，是这个问题哈？幻啊，不是啊，不是，不是，我以为我问错了。我的休息日，我觉得应该就是、收了工之后啊、拍滤镜，先开新剧滤镜要开机了嘛？对，先拍滤镜，滤镜收工了之后，然后看《很想很想你》。我问一个普通的问题，没想到还是巨轩。看完《很想很想你》之后，再看《你好星期六》。人生就充斥在工作当中，也是非常厉害。因为谭健次只要工作，内心就会非常有成就感，是不是？非常满足，充实，充实，充实。好的，再次欢迎谭健次。谢谢，谢谢，谢谢。好的，欢迎蔡老师来上，请留步。啊，谢谢。哇，你在这儿，我在这儿，无敌了！怎么无敌了呢？天哪，这微博世界无敌了！这搞得好像这些是我签的一样。哎、对，但是这叫微光盛典，微光盛典。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光，歌一来就是吉祥的光，吉祥的光，是吧？那先把吉祥的 光都没事，是的，只要是吉祥的光。祝福送给我们的网友们，好不好？对，当然我要送给我们的这个微博的所有的这个朋友、啊。好，这个哪怕是小小的微光，但都是吉祥的光，送给大家。谢谢蔡老师。Yeah, 对，蔡老师今年也非常非常厉害啊，披荆斩棘的哥哥。对呀、啊，所以只有你采访我呀，采访我那才够资格。对呀、啊，但蔡老师有一个热搜词条，有没有看到？蔡国庆精神状态领先我几十年，怎么确诊蔡国庆？对，确诊为蔡国庆。怎么？好的，欢迎诗诗来，请留步。欢迎诗诗来到微博世界大会，先跟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诗诗。是的，一念关山这数据太好了哈！谢谢，上次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还在宣传当中，现在直接数据好的不行，所以给大家讲一讲，在一念关山当中有没有哪场戏让你自己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我觉得每一集都会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戏，所以希望大家去看一念关山，然后喜欢和支持我们一念关山。如果要这样说的话，你干脆说最后一集的一场戏，这样大家就必须从头看到最后一集。
不能剧透、不能剧透，因为现在还在热播当中，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我们的《一念关山》。今天这件礼服也非常非常漂亮哈，谢谢。全身都在开花，就像这个《一念关山》一样，处处开花的感觉。好的，再次欢迎诗诗来到我们的微博世界大会，一定要看什么？《一念关山》。好的，谢谢，谢谢。来，伊丽姐停留步，聊一聊。伊丽姐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微博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马伊丽。马伊丽姐今年的《龙城》哈，是我的前半生六年之后再演这种家庭伦理剧，所以什么样的感觉？我因为自己很喜欢这个东尼，就是我很爱这个人物。感觉跟自己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不太像。不太像哈。有没有找到一些就是哪些生活中的一些影子跟他一些交错呢？我生活中会看到很多像东尼一样的女性，也会看见像西决那样付出型人格的男性，就他们恰好组成一个相爱相杀的那个组合。好的，欢迎蔡文静，欢迎韩东君，欢迎两位。美甲还好哈？还好。好六团见了，何老师说。来，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你来嘛，就你俩人先来。还有，我以为一排人呢。默契全都不在。文静先来。微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文静。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东君。是的，今年带来的这个热播剧《装腔启示录》啊，很多网友看得非常上头哈，而且很多网友一边磕你们的 CP， 一边还做一些笔记。所以两位有没有觉得，比如说剧里面的哪些恋爱小技巧或者职场小技巧，可以在生活中也可以运用起来的？有吗？有吗？当然有了，我觉得叫启示录就是启示给大家很多这个恋爱和职场小技巧。是因为杀青太久了已经忘了吗？他刚才那个回答约等于没有说。有的那么大家去剧中自己找答案。对，所以让我们期待我们《明龙少年》这部剧的早日播出。其实今天已经可以看到《明龙少年》已经放出了很多预告片了，所以大家对这部戏的期待值已经完全拉满了哈。好的，请三位移步我们的中心舞台，继续在签名版留下自己的名字，欢迎你们。自己找地儿写啊。来，请到我们的中心舞台继续合影留念，可以往前一点点。好的，再次欢迎我们的莲花楼剧组来到我们的微博世界大会，欢迎四位来。Hello，好久不见，你好，你好，你好。远处的朋友啊，就招个手。你怎么把我名字读错了？没有，就调了一下。曾顺熙，对四川人来说，扁那个平翘舌太多了。来，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导演，您先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莲花楼导演郭虎啊，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微博世界大会，谢谢，欢迎郭导。您先来好了，来，没事。行，那我先垫一下。大家好，我是《欢瑞世纪》陈亚东，代表制片方。谢谢。好，欢迎陈总。来，陈毅。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毅，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新浪微博。微博世界大会。微博世界大会。没事，一样，都是一个部门的。好，曾顺熙。大家好，我是演员曾顺熙。再次欢迎四位啊！我们都知道莲花楼今年真的是热度一度飙升，每一个演员在剧中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所以现在剧已经播完了，有没有什么想给我们的联络人说两句的？导演你表达一下。导演先表达好不好？非常感谢联络人对莲花楼的支持，这个夏天你们的陪伴和喜欢还有支持对我们是最大的动力，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
小西呢？我吗？其实我们三兄弟已经出来活动好几次，今天是第一次跟导演出来活动。哦，是导演从来不出来剧宣。对，导演比较低调，他是哀人嘛。哀人哈，害羞。所以今天大家请接触一下大家的夸赞。比较腼腆啊。对对对。因为之前在拍戏，所以说是没有参加啊。嗯，没事没事。陈毅呢，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说的？弟弟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好久没见导演了，导演特别棒，特别好。今天好久没见了。同时也想说的是，因为正是因为莲花楼，联络人喜欢。啊，一到你麦突然没电了，怎么回事？不知道。没电了啊？现在有了，有了。不好意思，没事，这个是新浪微博的事儿。对他们搞没电了。希望大家多关注新浪微博。不是关注新浪微博，现在给联络人说。对，就是非常开心，因为《莲花楼》这部作品被更多的联络人和观众们看到了。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喜欢，今天我们才能站到这里，也非常感谢你们，也爱着小花，谢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好的，谢谢陈毅。那问一下郭导，好的，再次欢迎两位，欢迎张若昀，欢迎李沁。来，稍等一下，必须要聊一聊了哈，两位好不容易同框了哈，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来，哎 ，sorry， 李沁先。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沁。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若昀。哎呀，看到两位同框就知道《庆余年二》终于要来了，大概啥时候？大概啥时候？大概啥？大概不会是明年这个时候的红毯吧？我的天哪！好，据我听说，应该比那个快吧？好像比那个快，比你说那个时间快。因为去年我记得若昀来微博世界大会的时候，就是说《明龙少年》已经在拍摄，还是杀青？去年的时候，《明龙少年》对，现在《明龙少年》是10号就要上线了。对，所以足足等了一年，刚好是一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庆余年二》确实吊足大家胃口了，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两位应该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在第二季中的一个角色大概是什么感觉，用非常来开头好不好？非常怎么样的一个。非常期待。我铺的真长，介绍的真短。非常期待，那确实很多网友都非常期待了。你的角色就是林婉儿，跟之前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非常期待。非常和第一季原汁原味。哦，原汁原味哈，但是也是大家喜欢的那个味道。若昀呢？范闲，新一季的范闲，非常人，非常道。哎呦，非常人，非常道，我们希望你们非常，我也不好说，反正就时间快点好不好？大家已经迫不及待了，再次欢迎我们的《庆余年二》剧组，欢迎两位。微醺状态，大家知道也是上热搜，微醺跳操，对吧？当时，好想知道你当时在想什么，是真累了是吗？当时就心跳加速，就跟现在有点像，就是有点紧张。当时你跳操那会儿有点紧张。跳操那个时候就想快结束吧，还有几首曲子。嫌那直播有点久了哈。对。所以咱们这个戏现在定档了吗？还没有拍完。还没拍完。还在拍摄当中。我们在拍摄中。我以为已经全部结束，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好了。好。来，再次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微博世界大会，来移步我们的合影区。去是畜生，我就真的是开心啊！然后因为一直都很想跟小明哥合作，在学校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小明哥的传说，对传说，然后传说都来了啊！然后终于有机会可以合作了，然后就觉得小明哥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对手。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然后生活当中又是一个超级无敌的暖男啊，会照顾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不光是情绪和这个工作，还有这些生活上日常起居都照顾到了。天哪，小明哥必须得说得比这还好。怎么办？没有准备，没词儿了已经。我该说什么呢？这么难夸吗？合作的感受嘛，特别特别好。就是其实，小北是我的粉丝，不是偶像，差点说反了。偶像，对，一般见到偶像时候都特别紧张，
一般都说哎我是你的偶像。 一般这种对话我都以为是段子，没想有人在生活中真说出来了。然后呢就特别紧张，然后就看了他的电影之后很喜欢他，然后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就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跟他合作，然后突然有了好事成双这样一个电视剧，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太好了，一个好机会啊，然后就跟小斐就一起合作上了。合作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专业的演员，非常敬业，然后我们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也很开心。那他在这个戏里边的角色因为有点闷闷的很多这种很心里很难受的戏，所以我有时候对，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在现场就希望逗他开心，逗他开心一点，希望他不要太难受了。对，讲一些笑话什么的。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配合还挺默契的。搞不搞笑那些笑话？啊？笑话？哪个笑话？小明哥讲到一些笑话。你干啥？有些还可以。总的来说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没有你好笑的，不是，还是一次非常好的合作了，是不是？对对。